So baby, tell me how you feel. Sexy. Talk to me. Yo, DJ, put me in the mix.是我买 GoPro 的第一射。哦，没有找我买，真的很不爽。7500，我买两台。我要一个便当，80块一份。生平中第一次买红茶便当，今天很开心，我们要去台东爬嘉明湖，就在这一个便当揭开这场序幕。请问你现在是喝醉还是清醒？越来越清醒了。哎呀，好大块的排骨 ，Yummy， 好吃吗？80块便当的滋味。吃完一口下去就好想吐哦，真的假的啦？就跟你讲说宿醉揭开，他准备要吐了，先这样。我镇定，我镇定。请问这是什么意思？很舒服吗？这是一个坐火车没事干，又不想滑手机，又不想睡觉的第三类的选择的娱乐方式，但是又不用花钱。你要说什么？我想说，怎么好可怕哦？好美哦！你不要那边很怕。下巴好尖哦。瘦身有神，不要这样。我们来到了时尚 station， 感觉时尚只想得到便当，对，还有米，时尚米，对。但是我们没办法带米回家，我们做到爆。前几天还有客人问我说，我可以带米上飞机吗？可以，你爽就好。有没有酒醉？依旧骄傲，尊严的美，巨大的考验。来台东就要喝丁哥茶饮。初鲜奶茶好喝，你初露的味道，你要喝啊？好奶哦！马上就是看热气球了，就下雨了。我在土地公庙，雨不停落下来，花怎么还不开？没有资源买雨衣，我很难过。一直下雨，昨天怎么卖？我在那个备案，在那等雨停。讲废话。有讲跟没。刚刚脖子受卡一声，会痛吗？不会。哦哟！的变身，你刚刚放屁耶！好天气，你看那一束光，哪一束光？有没有星星攻顶？那瞬间会下雨，别再看了，走就对。哇，凤姐就是猛！现在是5:46，我们准备6点等司机去登嘉明湖。吃早餐，先吃饱才有力气爬山。极限挑战的冒险，我要勇敢追奔，想到终点，昙花的泪水换来世界美。我要用力飞，不管有多远，超越了极限，挑战的冒险。这边有1人1公斤要背土上山，成功的人就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，他就是为了要填补山上侵蚀的土。我们阿青决定要1人1公斤，他好强，为了明信片。我们出发了，我们已经选错2次了，然后刚好都有人帮我们指路，要不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会走到哪里去。太阳之女听雨，回眸一笑，很不回眸哎。要跑吗？专业的 model 就是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摆出专业的 pose。One, two, three, four, five, six, seven, eight, nine, ten。有人在尿尿。别不后退，飞，我想飞耶、yeah。卢伟林要怎么样？我要努力飞，不管有多远。强颜欢笑，预防高山症，不要喝酒。老子没怕，老子买意外险。有病是不是？女孩子吗？不会讲。可以休息5分钟吗，改之？好，休息5分钟。他很会流汗啊。你笑不出来啊。他心里 OS 说不要拍我。爹。谢谢。不会，帮我抱。可以的，可以。嘉明湖山的蜡像馆的蜡像人，好烦啊！你走开啦！哪来体力啊？
好运气，气哦。No problem。天哪，完蛋！好漂亮。我们好像到了一人一公斤的土的地方啊，这边应该就3.6了。原来嘉明湖登山还可以顺便溯溪哦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要溯溪了，这水好干净哦。我看到下山雾了，各位到了。镜头在看你后面的朋友。最后三步，1、2、3，向阳山雾。看一下环境。Have a seat。公山边营业。Have a seat。有一只小狗。有厕所。厕所。这边是厨房。这边是房间。房间长这样。它的山屋就是当兵的概念。男生我们走4:3K了，在4:2我们就到嘉明。哦，完全可以的。对啊。从这边到象山要200分钟，200分钟是3个小时。我们现在从8点到现在才1个半，很厉害，算不错。请问你住这吗？对，我住这，看屁啊。Cheers！ 加油，镜头在看你 ，keep going，keep going。是啊，一句话形容。可以如此狼狈，我觉得可以。景色优美，婷瑜加油，你都可以瘦这么多了，这代表不算什么。对，小事，对你来说是 piece of cake。你们是这样子，我真的想要胖回去。从向阳山要继续往前走，就要走这个通道，然后就从这边继续往上走，我们要冲到嘉明湖山屋。哇，这条路也太瘦了吧！这边有摸乳下。不要对我说再见，一句再见，处处都是 MV 景点。面包膨胀，现在是11:43，有点饿，吃个中餐。我现在在嘉明湖的半山腰的黑水塘吃全家的脏脏包，很好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是我路上的零食。好啊！冷风过境，你冻结成冰，我的付出全都要不到回应。起雾了！哇，此生我能看到山上面的植物哎，好酷！绿山圆柏。你怎么知道？刚刚那一颗，快点拍它。啊、哦，这个景点。真的假的？好，指一下向阳民宿，这是景点哦。对，因为它最不一样哦，只有它长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它是一个景点。So this， 林哥，李晨，高升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我们来到了关山大峰壁，看一下，哇，好白哦，什么都看不到了。紫色的石头哎、欸，好美、喔！这个都会觉得很惊奇。对啊，紫色的从来没看过，这辈子。我刚刚又放了一个屁。好远，你们两个都屁耶！接下来的路程，魔鬼石头路 ，Go！ 我们来到了空灵的世界，好漂亮的弯曲树。还有女士格子。嗯。很漂亮，有点像那个辛巴里魔女住的地方。辛巴是谁？狮子王。哦。我们现在在放空帽。有人睡着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很有趣，哎呀，屌啊，帅！很美，但是很累。好感动啊！我们好伟大哦。真的是美呆了，怎么可以这么漂亮？决定要先走到向阳山了 ，Go！ 把后面带给观众 ，Go Go Go！ 挑战两个白月，对，向阳山跟三尖山是不是？3x3，哇，3x3，要去向阳山顶就要爬这段路。梦吧，有够难爬，这真的是爬山嘞。在奔向到终点，淌过的泪水换来时间。
萌哒，美美哒，但是要很小心，很可怕。回味的 Angus 终于见面了，嗨，给他镜头多一点。好，很干的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往山屋的方向去喽。刚从那个向阳山走下来，然后现在另外一个岔路，所以到这个登山口，你可以决定你要去看那个向阳山顶，还是要先去那个江明湖避难所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出发喽。灿哥，好久不见，你有没有想我？有，谢谢，亲爱的子子 ，Love you。不会用你的相机。不会用他的相机，还是拿行送的，就随便乱拍。先到山屋休息要紧。好大一颗石头哦！对啊，看起来就刚刚好。不要好了，明天再来。给我上去，累累的。你进了英语小教室。你怎么啦 ？Stay by stay， 走到。我们终于到嘉明湖避难山屋了，大家看。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把握了20%的曙光，好感人啊！我们走了7个小时又25分钟，终于来到我们的避难小屋，真是太开心了，累毙了，我们先要煮姜汤，介绍一下，这个叫做妙管家登山瓦斯炉，快煮了姜汤了，适合。It's good drink。你讲看麦啊！无边无际的能源，我敢飞，有梦就追，依旧骄傲尊严的美，巨大的考验，现在就要跨越。我们今天的晚餐，我已经吃饱了，好吃，放空，一二三，放空，很空很空那一种，一二三，很空。没有视角。我要飞。现在是2:38，我们要前往嘉明湖看日出 sunrise。手机永远没有服务，所以就直接开飞航。我想飞。